Super Junior 近日登上网络节目，在节目上验证关于团体成员们的资讯，其中成员银赫本名李赫宰，看到籍贯显示为泉州李氏，是孝宁大军的24世孙，而李秀满则是21世孙，等于银赫比李秀满大一倍。一旁队长利特一听，马上惊讶追问：“真的假的？”神童也表示是儿子辈。没想到之后，银赫随即对着镜头幽默向李秀满用非敬语喊话：“秀满呀！”让其他成员听得目瞪口呆，笑翻在场所有人。另外网友也再度提到少女时代成员 Sunny 本名李纯奎，是李秀满的侄女，从族谱上来看就等于是银赫的孙辈，三人的辈分排列再次引发讨论。